从上课的时候，同学们之间的鼓励，老师的每一个听我的唱歌，就知道我能够承载一台演唱会了。哎、亲爱的，那个时候过程很艰辛哈。对你会不会睡不着觉啊？肯定。嗯，失眠。那你要失眠的话，嗓子怎么办？就是你当你有一件事情要攻破的时候，你天天的那个意识精气神全在那里一个点上，那种力量是很强大的。对，嗯，他那个时候就是在演唱会过程中最让金老师操心的是什么事儿啊？应该就是作品的每一个作品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完成和把握。而且他是一个金老师，然后还有代表作，唱几句。他、心落在了这里，白留在了这里，一个背包怎装得下战友的情谊？钢枪留在了这里，炮灰留在了这里，声声汽笛怎拉得开战友的距离？相聚时感动了，王导真的要把我唱哭了。他在我的记忆中，更多的是别人说他是一个好老师。今天一唱我就知道为什么马老师可以教通俗了。嗯，其实他的这个方法里边充满了通俗的感觉、情感。其实可能大家约定俗成的这种通俗歌曲更容易表达情感。
是。但是马老师的这个民族唱法一点点都不缺乏情感，所以说为什么是大家呢？是，来来来，再喝张饮，来，三二一，谢谢亲爱的马老师，随时联系啊，期待你来，谢谢你，祝你成功，我们师傅好。